真是让我骄傲。他妈，这里是公众场合。放心吧，我看过了，没人。哎，你说，如果第一次我们相遇，我没跑，会怎么样？第一次？我第一次在这儿认出你是猴子。是跑得那么快，你就不怕摔个狗啃泥啊？我摔破相了，那你还要我吗？当然不要了。哎，你干嘛？拿书啊！下来，下来，来吧。就那套空之境界。好。忘记从我手中抢走夏目漱石的罪行，这不是后来给你送回来了吗？哦，那你做了错事就不要跟我说了句对不起啊。过来。干嘛？补偿你。怎么起来了？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穿鞋，地上凉。我就想找杯水喝。来，先躺好了。手不许伸出来啊！等我一会儿。这些都是你特意出去买的？我看网上说这么做会舒服点。谢谢啦。傻瓜。哎，把红糖水给我。明天就要交稿了，你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我是谁啊？好了，别说话了。早点睡吧，我陪着你。明天你一定要记得交稿，最好早点调个闹钟，很早很早就起来写。知道了。